从这边到脚没有一个地方给你马虎透工减料，整块面料全部都是刷毛。这一次是做比较宽板，让大家下摆有一些小鱼尾的感觉，所以当我怎么转怎么在镜头面前，就算在曝光再怎么样都看不到我们的屁股。孕妈咪也可以穿，然后肉肉粉丝也可以穿，瘦瘦的粉丝穿也不会很大。再来超级经典，我帮大家做两个口袋，因为天冷嘛，可能想放暖暖包，或者是你要拍照的时候都 OK。 黑色这次我们是用白色的这种软软的这种软料发泡立体压纹，非常的可爱。它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里是白色的，这里是米色的，然后呢它又不易皱，那么大的面积不易皱，非常的好整套处理，里面全部刷毛。但是你会发现，哎，妞你怎么看起来不臃肿，好像没有刷毛。我们家的刷毛含量很厉害，就是恰到好处就好。屁股你要它紧它还紧不了，你要它合身它还合不了。好，所以呢这件裙子啊，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精美。